33岁的日本女星森田恭子，自出道以来都是以童颜兼夹火辣到爆的身材见称，但是始终都有些 baby fat 啊，还有过肥公这个听到都会喊出来的花名。不过近年佢就积极修身啦，减肥成功之后，劲晒深长嘅事业线同白话长腿，真系有死人咩？据知因为上年推出嘅写真集《Down to Earth》大卖，于是佢就决定再接再厉，将会喺下个月再度推出超性感写真吸金。有日本传媒仲率先公开咗森田恭子写真集一部分嘅相，真系睇到一班宅男 fans 喷晒血。